好啦，我们修剪完毕这一大脸盆的这个空心菜的叶片，中午来做料理美食。然后剪下来的这些茎啊，哇，这么多呢，我们就可以插在水里面，然后再来种植。这些剪下来的不要的梗子呢，我通常呢就会丢到我这一个堆肥桶，这不是堆肥桶，这是放下所有平日每天拔的花花草草多的这些花草呢，就把它放在这里，到时候就可以堆肥再种植，这就是一个再生种植最美妙的地方啦。然后洗菜的水可以回收再利用。那这样子的梗子呢，可以再堆肥，所以呢，这就是一个最棒的有机种植，所有的都不浪费，都是可以回收再利用，可以很环保，生活可以非常的环保，你可以吃得到这所有的美好，所有的花花草草都是可以非常非常的棒。哎，期待我们这一批空心菜又可以带来更多的美味料理啦。